大家好，我是吴磊。卡。大家好，我是英特尔。克罗美非常给力啊！近期已经是第三次送玩家们金币了，500金币。那么我们今天目标是锁定这周的精选吴磊啊，81.8%的黑球，18.2%的金球。今天不需要81%的概率啊，需要真的是一个小概率事件。好。目标已锁定，看有没有这个手气啊！今天三发，准备好，第一发，只要出现西班牙，就希望很大了啊 ！Italy， 真蓝黑。今晚要跟真蓝黑干啊！我小国民 ，Go Mice， 来。准备好第二发 ，Are you ready？ 来了啊，哦嘞，为什么老是这种重复球员？我遇到了好多次了 ，What the fuck, bro？刚才正好忘了截图了，给我一次截图的机会。截图计划。真的是无话可说。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不成功变成人。做个人吧。西班牙。Oh no！热苏斯也有了，只不过是个普选的，普通的一个黑球。哎，凉了凉了。